6月24日，陈妍希与高叶等人为新剧《亲爱的仇敌》造势。她身着红色抹胸礼服，身材窈窕，肌肤如雪，展露出她的健康与自律。在红毯上，陈妍希与万鹏携手同行，高叶见状亦加入其中，展现了剧组间的和谐氛围。镜头前的陈妍希状态极佳，皮肤细腻，笑容灿烂，短发造型更显清爽干练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她始终佩戴着婚戒，无论是综艺录制、电视剧开机，还是此次宣传活动，都未曾摘下。这一举动引发网友猜测，陈妍希是否仍对婚姻抱有希望？而陈晓方面则被发现摘下了婚戒，两人的婚姻状况似乎有些微妙。尽管外界猜测不断，但两人均未对此做出回应。有网友认为，这次婚变传闻可能是为了陈妍希新剧的宣传。陈妍希如今重返事业巅峰，让粉丝们为之欢呼。无论如何，我们都希望他们能够坦然面对婚姻中的问题与网上的热议，不要让谣言影响到自己的名声和事业。对此，你怎么看呢？